因为像小扣它是要长时间都在那个料理台前面，那高温的确会让你皮肤的水分散失比较快，尤其是唇，所以它如果一直抹口红或擦唇蜜，其实会更干。那你就可以选这种，它是护唇膏，但是它是有颜色的护唇膏。然后这个呢，其实很可爱，它有三个不同的颜色，你可以自己挑一个，好亮哦。但应该都很对，然后你就直接上，因为为什么要选条状的呢？因为他其实手会很忙，所以他如果还要拿出来再涂的，因为还要再涂，他会很麻烦，所以他这个直接转开，直接就可以上。老师，我可以擦吗？你可以直接上，就送给你。哇，谢谢老师。对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它颜色很自然，好，就是好舒服，淡淡的，然后很好涂。而且它很滋润，其实我真的有时候有想说要不要补个唇蜜或者是口红，但是我觉得我越补，我觉得我不断在补，我觉得很烦，干脆就不补了。所以你那样擦，你就觉得这样就很有气色，对，后面有了防水底妆，优化了眉毛，嘴唇也水润润的，看起来气色真好。媒体或粉丝突击早餐店也不用害怕喽。